所以这产都说自己的很好，那没有，没有，所以大家都企业唱很好。那六十八年的时候，以上就那因此呢，他们就因为有了这样的张灯结彩，那事实上它有万国旗在后面。那我们本来要去买万国旗，啊，可是我们想说手上不要什么都做到，怕以后就很难比照办理。所以再下一张照片，有没有看到？有吗？有。哎，点乌树林车站，把它拉大。 有没有？达叔有看到吗？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拉到乌树林车站，乌树林车站有两部影片，啊，一部是陈能权先生谈乌树林车站走访乌树林的影片，1999年。住过去的乌树村或乌林村，欧球拿起欧球餐，黄拿川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陈能权先生是当时的，我觉得是蛮早期的，啊，也开过这些火车，也驾驶过那辆机车。 过汽油车的一个长辈，所以在1998年、1999年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讲很多关于当时的场景。那说明一下这个车站，整个车站的路线所可以到的地方。而且在两分钟里面，他是坐在那个地方经过我的访问，背景就是当时的还没有被再生的污水处理。在这里面，等一下我们故意看一个他讲的一些重要的两个地方。所以各位可以从这边看到那边去。 基本上还在，那其他人太远，所以可能先走过来。像这是一个动态可以展示的号志机柱，它这个木质的号志机柱指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是可以通行或者是不能通行的号志。那白天的时候看这个旗子这样或者是这样，这样就可以通行。 这样就可以。对对，这个后置机柱的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灯。那选组的灯号是什么颜色？如果今天只到专家都不会来，只等隔几张纸啊，所以你们大家大胆的讲出来。好，所以它的玻璃就会显示在这个时候是红色，这个时候是绿色。因为我小时候看看其他的这个蒸汽法的这个视线是不用看太多，所以就好。那这里面。 刚讲到职能权，当然我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林海西，啊，以前他跟我。
所以他现在还在这边工作。他另外一个林海西在哪里？被承认的林海西在哪里？在那。从参阿来上班，他比陈南全先生更早。陈南全是国后料民国三十七年来，所以林海西的这个来承认我了哦。你哦，你敢知影这车头是我的？你凭啥？没有，不要这样讲。你唔知道这车头是我是站长呢，你也无来找我，哦，歹势歹势，我第下听，我海西伯啊，海西伯，我话讲海西伯啊，你搁要倒来做站长无？好啊，那唔好。所以后来六日或者是有一些预约的这些旅客来的时候，林海西就会着正式服装。海西伯啊，海在那边，他就会在这边义务。所以开始这样，就让我一直玩命，还是去年。你那个掉队掉队，以后我把他记忆丧失，他咋不能？忘记，所以困难。我没老板，还是没事。我看他准啊哈。你这十四人无用，拢无好啊。对，我这完全义务。我来改名，海西伯啊，精通所谓的这个姓名学，我来改，啊你要改哦，啊你要一定记户口哦，我讲你妈，你，可是你要看胜利号，对啊，他应该是在这个窗户。啊，你把它做成以前他还是那个退货合同车的样子啊。今天在那个也有，在西影车站也是胜利号，对，是胜利号。今天胜利号开通，是我们两边很忙，对，两边都很忙，两边总会突然凑到，我就只能放弃了。好，谢谢，谢谢，客气，荣幸，荣幸。好，那个从这里面看到这辆列车的时间呐，哈，那你会觉得说，奇怪，叫夏姐已经是资源委员会，对对对，资哈资源委员会，那有的会不会写资呢？中油，中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源委接收了台湾的油电相关的这些国营产业了，哈，所以就资源委员会的资指的是资源委员会。那当时实际上，后来就支就没有了，就改为什么形状？三角形。所以大概就是在39年、40年左右。这个孙大哥，孙大哥爹吗？你看到的文献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支跟没有支，它的差异是什么？来来来，来，我们欢迎孙大哥解释一下支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现在的董事长的叫来。哦，那个关于这个支的这个麦格这个原来台塔这个有支这个原来由来哈、哦，是因为战后
哦，那个整个台那个台湾的整个那个一些企业哦被接收，那在接收的时候，中央在大陆那时候还没有，还没有搬过来，在中央那边有一个资源委员会，主管物业管理，哦，资源委员会他专门在大陆那边是在接收一些大的企业，工矿企业这种比较大型的重型的企业，那在台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这里说。是让省政府来接收，就是行政长官公署，当时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接管，还是说资源委员那边也要在驻守？后来他们考虑台糖就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所以这东西资源委员会赢得接管的时候赢占六成，像那个新建户行政长官公署占四成，啊，那这个外这个拿掉的话，这个外面这个就是资源委员会的会徽，哦，那到了后来。到了民国33，因为底下三十八年的时阵呢，资源委员会一些重要人物都投共了。啊，哎，不能卖起来，因为当时那都是一些很有理想的一些那个工程师说跟一些资源，他们这里说大陆既然是那个政权拿到，他们要建设那个那些公共或是那些东西，他们要留在那边。哦，那他们思想模式是这样。我们后来有一些文献去考据出来，他们思考模式说，这里说留在他们那边可以为国报效中国了，哈，哦，那一个中国不管了，哦，那所以说那时候资源委员会他们很多在那边37年底的时候到38投共了，那38年年初的时候，资源委员会就整个迁到台湾来，剩下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在这边。那在这边的时候，那个刚好就是省政府，哦，因为就开始就在生产管理委员会。力量越来越大，所以新政府怎开始了从台糖这样物件，虽然管理讲的是中央是资源委员会，伊是中央，但是他已经没有，他是已经形同虚设了啦。伊所以无做些东西无啥物力，那省政府刚好这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扩张他在整个在台湾的企业的那个势力，哦，所以东西他成立一个生产管理委员会，他所以东西在用哇这些啥改变的标志来取代掉资源委员会的这个，那资源委员会在民国。40年的9月1号就整个取消掉了，它并不经济部门。所以我们台糖公司以前在那个，你如果看台糖中信，37年最后一期上面还有那个还是一个支，那38年第一期上面就是变成一个三角形的了。好，哦，所以在这边你就知道，在那个时段整个支我们的公司里面内部的转糖。那最重要一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在那前面是台湾糖业有限公司。那个资源委员会，他那时候公文社上面写的是资源委员会，台湾省政府合办台糖股有限公司。那到38年以后，就把台那些股东都调查好了，哦，然后就真正开股东大会，就换名字了，叫做台糖股份有限公司。就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才换那个名字。OK， 谢谢，非常好。跟中友，跟中友也得是。对，同样的，对，都是这样。啊，台北也是一样。文献去考证哈，然后证明我补充一下哈，第一个，按照孙大哥的要点来讲的话，就是你若是看到车辆上面有资的，他的年纪一定是民国40年到39年之前的，所以他的时间就会更早，对吧？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这里面补充一下孙大哥讲的哈，事实上这个六成。是这个资源委员会，那这资源委员会也是沈正南是后来遭受到诬陷，我们认为比较大的原因。好，所以再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去谈，就是他为什么会被枪毙，做得那么好的总经理，基本上可以做行政院长的，为什么到最后被枪毙，跟资源委员会那些人投共有关。好，六成是资源委员会，四成是刚刚讲的一个单位，叫做台湾省什么行政长官公署，所以他正式名称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跟四大会社。各位要了解，我们的糖业资产有很多是整并了谁留下来的西式市场工厂跟市场株式会社，日本人，对，所以这里面的四成扣掉资源委员会的六成，总资金大概30亿台币，不是新台币哦，是当时30亿的旧台币，所以有四成除了这个行政院长官公署外，就是四大会社，哪四大会社？对，标准答案那。奖品爆米花一盒，哦，等一下可以去，谢谢哈，哦，对，就这四大会社。那个是黄小芳，我们市长，他台长，他把车拿出来。哦，所以先来办了。
passport 啊，等不要喜欢了，不要出入任何糖厂都可以透过那个 passport。谢谢洪组长了哈，洪组长，然后舅姐，谢谢你有带那个 passport 的那礼物来。好，等一下我们会发送，你看一路发奖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动作了哈，我们要合影，我们要到火车前面合影，合影完我们就开始上车。好，三，这边可以看。可以，好，这个时候横跨铁路拍照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先是包车，我们有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所以不要寄照片去铁道局检举，若检举我去说明就好了，没关系，不担心公话是吧？按照苏兆旭老师的讲法是说，希望铁路法修法，否则轻便铁路永远都没有未来性哦。好，来。我们签一下我们的同事的这个指挥，来，所长来，弟兄啊，来，那爆米花跟小鸡要不要进？这是爆米花，我们有撒那个无味进大哥的黑糖哦，外公，这爆米花，独立啊，我的吴大哥你多嘞，然后秋姐，烟拜修造厂的主任哦，老师哦，这是有加油藤，来，他不行。那边都不行。那6000多名民众也挤在这边跟火车合照，那各位你想说阿丽娜伯这位蒋中正总统的肖像，以后有经费，好，我们再来。现在就因为